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贾良介是展开了百票几乎的竞选活动，将要前进到台南各区，而将伊是来到新市区第一站的前往着应安宫来参拜。伊除了强调讲哦，家己是新市人的身份，甲民众博感情以外，同时嘛承诺讲，未来如果当选，市长室会提供24小时的服务，方便将登记。目前展开百票几乎活动的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贾良介。18号下午来到新市区的永安宫，在庙方人员的陪同下，向天上圣母来参拜。会后，谢良介用新市人的身份，甲民众博感情，也向民众报告，如果伊当选，未来市长是24点钟拢袂休困，予民众随时拢会使来登情。你选到这个市长，你上班爱趁钱呢，扛家度命，你爱顾三顿呢？我问你，上班你要哪去办代志？无可能嘛！你办代志都爱靠钱啊！所以，到你下班上班来拜托伊，我甲伊讲，你下班伊也下班啦。你5点半下班，伊嘛5点半下班。所以我甲大家报告，我若当选台南市的市长，咱新市囡仔袂使让新市人闹去。台南市政府市长室24小时袂使开门，好不好？您下班再来找我，哦，下班。除了向民众报告政见以外，谢龙介也强调，台南已经有30年无政党轮替，民众应该换人做看卖，伊只做一任，绝对会努力来拍拼。30年无换人做看卖，出面头尾大家爱讲，换一摆看卖，比较无比较，你唔知伤害。龙介也甲你保证，我伫马祖河的面头前。庙里面个大家报告，我做4代庙会面人，我用我性命内底4年全力来奉献，我来当当钱啦。这件百庙祈福的活动，除了行访庙宇、祈求药精退散，也是趁机会向民众来宣传政见。消防界接下来也会一区一区前往，甲民众交流博感情。记者郭博义，新市区采访报道。